就是那种叮了会一个月出事的那种。啊，那我可以帮你什么吗？啊，皮肤，现在就小小的，看起来没什么样子。啊，那这么近的距离，那边没有，怎么会这边有？真的是，嗯。那边的马没有看。啊。这就是我站在草地的关系。对啊，这个叮烂。又要开烂了。可能要停了。我要换位置的。因为草就是草里面的嘛。那你就站在那里啊。那我站在那边。对，你飞的时候去站那里，东西可以放那里了。飞的时候在那里。